然后到水哥，我们来玩这个剧。周年庆限定品。
来来，这牛是咋的啦？过来不打我，几个意思？秀不秀？被宰了，被我宰了！哇，不行不行，有两个人，先撤一下。那个后羿比较怕，他那射的我不好打。有没有人过来支援一下呗？这个要是打到最强王者，那冷机是不是会疯癫掉啊？打到后期不行了，人机就不行了，他们没有后面的，没有那种不会去发育，对吧？也就前期会欺负我们一下。不要过来，都不要过来，这是我的。又来一个，我靠我靠，被冻住了，又被刺晕了，我操，他们控人好多啊，我靠，这个打团厉害啊，一般人跟他打还打不过他们。跟人机玩打团战啊，没有他们那么团，没有那么他们那个那么配合。
配合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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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什么鬼？射得这么快！这他妈轮机怎么这么难打？不科学啊！拆个塔不至于这么慢，韩信去偷塔多好，你还冲进去打，作死呀、啊！这是先把后羿解决了。哟呵，他们都在跑，别跑啊！刚才不是那么凶呢？你顶我吗？哎，老子刚开个大，你就把我射了。大哥别打我，大哥别打我。好了，赢了，终于解决了。太不容易了。这一波人机打得真辛苦哎、哎呀，我方队友后一点线，这就是第八关的人机啊，钻石一啊。钻一吧，对吧？没错，应该是钻一。不是钻石一，才钻石三啊！这才钻石三的，钻一还是第九关啊！钻石三的人机就这么强，六六六。